用心眼光看世界，世界是心眼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吴建和牧师，真欢喜伫今日早起时，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听伫咱的中间。特别伫你起床的时阵，你唔知有甲你厝的人，甲你家人讲，讲哎呀，真欢喜早起时啊，来感受到咱的听。家庭内面有这个温暖的感觉，若是无，你等下爱记你去甲你的爸爸妈妈，去甲你的囡仔讲，甲咱一个讲，我真正足爱你的。咱今日特别要用这首诗歌来做伙分享上帝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又到咱做伙分享上帝话语的时间。咱阿未分享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天堂，我的上帝，我很感谢你。伫今日早起时，我特别要将我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放伫你的手中，因为我知，我伫软弱的时，我需要你加做我的帮助；我伫艰难的时，我需要你加做我的瓦壳。我伫今日早起时，亲自来帮助我。我的感谢祈祷，拢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在今天早起时，我们要做会用腓立门书全部啊，其实腓立门书只有一章啊，25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读这段圣经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章，特别要为着罗伯来所写的啊，我们看到保罗先生以安怎来对待他的同工，这中间我们做会来分享，下面我用华语来读，我们做会打开圣经来看。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腓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或亦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这个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了基督所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了耶稣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摩，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更何况在你呢？
这也是不拘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耶稣说的。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藏在你的心里，阿们。对今日咱所看这段圣经章二十五节，真长一段圣经章，其实伊刚才讲一张批信。啊，这张批信是咱保罗先生伊去引出有一个人叫做阿雷西摩。这个罗伯原本啊，这个罗伯是踮这个腓利门的厝。咱知影照今日圣经章，咱很看见腓利门的厝，其实就是一间教会啦。啊，过去啊，咱的教会伫初代教会时，会当讲教会拢是用家庭来正做教会，就是初信的这个门徒开放伊家己的家庭啊、来正做教会。啊，即卖现代咱来讲，就是讲真侪拢叫做家教会吼，家庭的教会、小组的教会，用安尼方式。所以每一个啊，即、這个家庭的主人啊，会当讲就等于是一个传道者啦。所以即、這个腓利门。会当讲开是伫伊个家庭来做一个小组，做一间教会伫遐来进行。但是伫伊个即个家庭内面，伊是一个有钱个人。腓利门是非常有钱个人，所以腓利门一本册内面在讲个就是啥？在讲个就是讲公平对等，吼、哦，公平对等。伫即个过程个内面，咱通看见公平对等个原则，就是咱保罗先生所讲个，咱无要阁争做奴仆甲主人个关系。咱爱真多兄弟姊妹的关系，所以伫遮保罗先生就用安尼来讲一个听的道理。这个听的道理，伫保罗先生心内面讲讲，这个罗伯到尾也是啥？是我的心内面的人，他是我的心上人。哎呀，我感觉这句话吼用了真水吼。这个罗伯其实上主要伊犯了什么错误？这个罗伯其实是甲腓利门这个阿尼西姆，伊就是。做一个萝卜，结果咧，在这个腓利门的家庭内面，伊知影之后基督徒的聚会，伊知影之后做做，结果伊就是趁机会安怎？趁机会啊来偷客钱啦！啊偷客钱了，伊就走逃亡咧。这个萝卜逃亡，但是伊听过讲啊，有保罗这个人伫过去捌来到这个所在，所以伊犯罪了，伊的心内底真惊吓，结果伊就去找保罗，找保罗，保罗就甲帮助伊，甲宽免。甲伊做真好个分享了，伊就替伊写一张批，一张批就是讲爱伊个主人腓利门，爱看重即个兄弟。过去是奴仆，就是即马爱真做一个自由套房个人。所以保罗先生嘛，甲讲啊，讲啊，甲腓利门讲，你若会生吼，无伊互我真做我个帮赞好啊，伊就离开你真做我个帮赞。但是我毋知影你意思，所以我爱甲伊送转去到你遐，送转去腓利门个厝。意思是安怎？意思是我爱这个萝卜，会当伫你的手下变作一个自由的人，伫你的手下变作一个会当服侍咱正基督徒正当工的人。啊，一个真水的一个改变啦吼。所以对待人的做法，有当时啊，咱今日跳脱讲啊，这个萝卜甲主人的这个关系就好啊。讲人甲人的关系，咱伫所有的兄弟姊妹的下面，咱来讲。心上人其实讲起来，这个心上人是啥物？这个心上人足重要啊！这个心上人是讲，咱有一个义爱的人，咱去看到这个义爱的人，哎呀，咱刚刚讲你是我的心上人，所以我甲咱讲国语讲掏心掏肺掏肝，我拢会使，拢愿意。你爱我去做啥物，我拢愿意。但是等到保罗先生讲你是我的心上人的时阵，伊是甲这个罗伯讲，甲这个罗伯主人讲。讲你的萝卜是我的心上人，我是何等的爱伊，为着基督的恩膏，我愿意来听伊，我愿意听伊，亲像听我家己。所以，这个保罗先生就是安尼，
写一张批，甲这个菲利门讲，讲，哎呀，是不是？你会当亲像我安尼，我疼你的萝卜，就亲像疼我上意爱这个人同款。安尼，我来甲伊当作我的心上人，你敢会使甲你的萝卜也当作你的心上人？意思是安怎？其实就是讲，爱疼别人亲像疼家己。咱圣经讲，疼厝边亲像家己。你发多甲疼你的萝卜，亲像疼你家己的时阵，安尼基督的疼就会当加入这个萝卜的头棒。所以才咧讲，讲你爱接纳、接纳、接纳伊，亲像接纳我；你对待伊，亲像对待我。这个对待，这个接纳，就是一个真水的一个见证。所以保罗先生伊爱腓利门来行安尼的事。所以伫后壁，你敢知影保罗先生写这张批真有技巧啦。那我咧讲，这个人写批吼，有写了好歹，你看伊前后段吼，唱中下三段、四段、五段内面，一步一步要卖的，伊甲伊所要做的，拢会当藏伫伊这张批内面。一直到上尾啊，保罗先生安怎讲？保罗先生伫后壁讲哦，哎呀，我吼，就是伊爱过来搞你遐啦。啊，这个萝卜伊若先转去，你互伊套房，真做自由了。安尼，我过来搞你遐，我期待会当伫主的内面，我阁会当来搞你遐，来甲服侍。哎呀，保罗先生真聪明，伊真愿意来分享，就是伊嘛透过伊的分享去疼痛迄个原本犯罪的人，迄个原本犯着错的人，就是保罗先生犯着当带安尼带伊等于到伊主人的面前。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假使讲咱也是犯罪的人，咱知影咱每一个人是罪人啊。所以咱是伫教会内面，咱是一届搁一届来面对上帝。咱若有啥物恶担当的事，你会当来甲牧师分享，牧师会带你保守你的秘密，但是牧师要帮助你去面对你的人生。就亲像这个犯罪的人，伊去当着保罗先生了，伊搁是甲上司，搁等于到伊主人遐，重新成做一个自由搁逃亡的人。所以咱伫罪内面，咱嘛是同款。各位亲爱的姊妹，这个时阵你若是犹原活伫罪内面，但是你唔敢去面对，这个时阵牧师要替你祈祷。愿你会当来到教会中间来找牧师来分享你所做的罪，咱的心无负担，咱就会开阔，咱就会快乐。咱做伙阿头来祈祷。主，天父，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伫今日，我带着重重的罪来到你面前。主啊，我唔敢对人来讲这个罪，总是主，是我愿意来到教会来向牧师来分享。我愿意用祈祷来甲你做分享。主，我相信你的赦免，我的过错，当我愿意来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主啊，你就接纳我，亲像接纳过去你所接纳的任何一个人同款。但我将安尼的祈祷放在你手中，我将安尼的人放在你手中，我你亲自来看顾甲保守。我来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求。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到咱今日这个时阵，咱要做伙来分享咱伫电视机头前咱所提出来的问题。特别咱可能真侪人伫信用顶面有真侪问题，咱透过咱的电视台，咱来回应。所以，请你写批来咱新安宫电视台服务处，来会当来为你来分享，为你来解答这信用顶面的问题。今日特别咱要伫遮来回答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咱高雄中辉咱这个颜姊妹所寄来吼，伊讲咧，我用读伊的批来的内容来给大家听吼。伊讲我今年要结婚了，但我未来的老公不是基督徒，其实心中很害怕，觉得自己没有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来行呐。那圣经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不过我很爱他，男朋友对我很好，也说婚后不会反对我去教会，他也偶尔会陪我去教会，但他明白表达自己他是长子，所以他不可能会改信基督教，所以我天天求告主，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是不是是上帝的安排呢。我想看到这个批吼，我感觉咱这个高雄中的咱这个严姐妹，其实有真多的想法，真多的思考，非常好。特别是学府伫这个圣经顶面的教导啦吼。这个教导是啥物呢？是讲其实伫新约圣经内面当讲无共性的，无当一个做伙派共一个这个长大吼。特别是婚姻顶面啦，真多咱基督徒。真侪甲毋是基督徒诶兄弟姊妹，无一定是女咱即查某诶吼。有当时啊，咱查甫囡仔嘛是共款，咱可能去找着一个姊妹，伊是无信耶稣诶。但是人讲有一句话讲啦，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啦。其实无定诶，就是安尼啦吼。因为咱即位严姐妹伊讲，伊家己伊诶即个男朋友准备要甲伊结婚，但是伊无可能来信基督教吼。我想有当时啊，咱嘛无一定爱遮悲观啦吼。事在人为啦，意思是啥物呢？信用是咱个人选择的一个足重要的自由啦吼。所有事在人为，就是讲你透过你的婚姻生活，要哪做见证，来影响一个家己感觉无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人，来成为基督徒。我想这哪是咱用家庭信用中间上好的见证啦。你若开始讲，那安尼咱无得到底，咱就再见。其实真侪人讲，真侪咱教会姊妹讲，我找无翁啊，找无男朋友啊，我找无适当的这个结婚的对象。其实有当时啊，感情这样代志嘛，会当讲是咱伫婚姻中间来做见证的一个上好的表达。但是有当时啊，有个人嫁翁了，伊就对翁去啊。有当时啊，翁若惊伊歹的所在，惊伊歪出来道路的时阵，有当时啊，你会感觉讲其实安尼吼，咱讲搁了一个基督徒啦吼，其实无影啦。这是信用的核心价值是啥物？信用的核心价值，你掠做你的尊钱的时阵，你的婚姻才会得到幸福。才会得到美满啦吼，所以伫遮我想要来恭喜咱的颜姊妹上时也要甲你讲，无定这真正是上帝要安排，但是上帝安排你要成做你家庭、你婚姻的祝福，嘛安排你要伫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内面做上好的见证互即个无可能信主的人会当透过你来信耶稣，所以你会使伫你的婚姻内面。来做一个真好，特别是你的个性，特别是你的工作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特别是对这男方家族的这态度，我想那是上水的见证吼。第二个问题咱要来看，就是咱伫这七千中会，咱这林兄弟吼，伊伫电视台咧工作，伊安尼讲吼，讲我在传播公司工作了吼，最近老是接到的案子，他的老板接到的案子都是这个某个。隔壁电视台这个佛教电视台的，他说我的心中很不愿意去做哈，因为我不想背叛我的信仰，但老板根本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啊哈，他要我认真去完成，若真不要做就离开公司，我该如何面对这样的选择啊？首先哈，看到这个问题，我真正真侪囡仔最近啊，咱这个教会的大学真侪，就是在建立对吧？其实比如讲租借哈。环法，即个大学其实是用迄个佛教的方式的。若是安尼想，咱来思考看卖啊吼。同款，咱入去即个，我听讲入去住这大学的，入去即个
即个佛教个大学个时阵，入面嘛是拢个感觉读佛经啦吼。啊，真侪人拢感觉讲啊，实在是无法度适应。是，你若无法度适应，就亲像你个头家所讲安尼。啊，牧师个见解，你就是要坚持伫你信仰顶面。若是即个囡仔，我个问讲啊，你要安怎？伊讲牧师，我要转学。好，我要转学啦吼。为啥？我无爱伫即个中间来，互我个信仰得到改变。为怎样？因为真侪青年囡仔伫即个信仰还袂坚固个时阵，去到迄个内面，就受到侪侪影响。有的教会囡仔去读了回来，讲拢即满咧学密宗、学佛法。啊，过去一个已经洗礼过的基督徒，哪会改变这么大？因为环境的影响，逐工的影响。啊，其实同款吼，咱伫即款的电视台内面，假使讲你的工作若是安尼，你感觉甲你的信仰顶面是无符合的，安尼就是亲像你的头家所讲安尼，咱会使选择一个离开这个工作。啊，第二个就是讲，你若会当来坚持你的信仰。你要相信讲，你会当坚持你的信仰，你着认真打拼去做好完成你的事工。啊，特别这个事工是啥物？啊，这个事工就是你所接的、自接的每一项工作，你要尽心尽意去完成，做一个尽忠的劳工嘛。圣经是不是安尼讲？所以同款，咱食人的头路，咱嘛是要完成咱工作顶面所需要去完成的。虽然迄是无同款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摄影，还是讲一个方式。总是你是不是会当尽力去完成，这个是一个工作不是伫信仰顶面受到遮侪侪影响啊。我想这嘛是好，这是对别个宗教、别个信仰一个真好诶尊重啦吼。啊，这是牧师给你的建议啊。你若是坚持伫这顶面，你感觉讲你若无法度坚持着，你会受到伊影响，安尼请你真正是离开这项工作，互你通坚持伫信仰的道路顶面。啊，若是无，你就会使在这工作，但是你要尽心表现出一个基督徒。比别人较无同款，会见证伫即个公司内面，虽然伊做的是佛教的，啊，但是这是一阶段性啦吼，毋是你一生中间拢咧拍遮个片，拢咧翕遮个摄影，拢是无同款的。啊，我想这是特别要互咱的一个提醒，啊，透过安尼提醒，要来祝福你啊，会当是工作甲信仰顶面达到平衡吼。啊，以上就是咱今日节目中间，咱特别甲大家来分享两个问题。啊，希望对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非常有帮助，咱感谢吼，大家做伙来把这个问题来解来伫节目的中间，让咱会当做伙来解答。Okay.